啊，其中去到美国的时阵，我熟悉足济足济台侨，因甲我讲过去吼，因对侨委会这三个字无甲谅解啦，因为侨委会吼，就亲像较早白色恐怖的警备总部，是负责掠人、杀人以及让人无法度返来台湾的。那这件代志，人敢有诚恳来甲海外的台侨解说过？你敢知影？因为侨委会这三个字有足济海外的台湾人无愿意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连健保都唔敢使用，迄毋是交偌济钱的问题，伊是连中华民国人。就袂瘾做，这件代志，交委会敢有从我做过转型正义？我甲委员报告吼，这个问题我也了解了吼。啊，但是今麦交委会甲哈只时代交委会应该完全不敢管了吼，已经跟比如讲 transmission 啊，已经改变了吼。今麦咱所有交委会同事拢是经过咱国家的国考、特考、考过，还是正式的公务人员吼，啊，拢照制度在运作在做代志吼。所以底下话当然我也了解。有一寡咱较迄个想法较特别的乡亲哦，就那时候委员你讲有这种情形，但是大多数。无啦，你袂当讲人想法较特别啦，迄有可能爸爸妈妈红台呢。对啦，迄有可能因囝位代代，因弟弟位代代摔落来，啊，因哥哥袂唔愿返来台湾呢。是啊，像林献堂，迄嘛算即个广义的台侨，伊嘛介意中华民国的，叫蒋介石掠伊去日本呢。对。啊，这你袂当讲因是特别啦，因是叫人赶出去的啦。我也是讲。所以我的意思是，唔是讲照制度有安尼行无？咱有外汇无？交委会有洗清伊家己的改名？我是讲你自我的转型正义有正面来面对过去这历史。嘿，李二，来邀请委员长，请委员长。咱拄只歇困的时阵，拄啊好有讨论到，讲交易会即卖有存在必要，是因为伊比外交部会当接触的国家较侪啦吼。但是有一挂代志，咱先确定一下，看咱两个想的敢有共款。第一，请问咱海外的台侨总有偌侪人？差不多要200万人。但是去年吼，我有听到立法委员咧质询的时阵，讲咱海外的侨胞有4800万人。你敢知影4800万安怎来？伊个应该是表示讲每一个国家伊个人口的统计吼。也属于华人血统诶，我用个圣爹来，是圣血统诶，对不对？圣血统，族群血统的概念。黄皮肤诶，就4800万人。但是实际上，咱交委会业务应该是爱198万人。针对有咱中华民国护照。好，那另外呢，搁请教一个，全世界海外使用台语比率上高的国家伫对？上高的国家应该是伫咱台湾吧？海外啦，台湾海外啦，应该咱台湾吧？台湾海外使用台语的侨民，哦，上济国家是嘛？比率上高的国家，你感觉是美国？你认为美国？美国，我认为是中国。因为咱的台商吼，去遐就作假伊讲台语来表示讲咱甲中国人无共款啦。我想咱有台，但是这陆委会我是唔知影是安那海外的代志，爱分陆委会甲侨委会啦。再来请教一个，全世界上大的中国城伫对？你认为？纽约。我认为是台北啊。哦。因为咱的西南方吼是成都、重庆、吼四川，啊正手边是松江、龙江，啊这个我都唔知啊，含台湾有啥物关系。所以我认为吼，咱咧讨论海外所谓侨民侨胞的代志，爱先讲一件，到底是华侨还是台侨？我嘛真尊重华侨吼，因为人讲迄个孙中山这个相片，伊讲这个华侨是革命的乳牛啦。吼、哦，就是讲这个革命的时阵，透过伊真侪帮战，但是呢，这个帮战到底甲咱即马现处是现实的台湾有甚物款的关系？我想做者代志还袂解说清楚。所以呢，我伫出国的时阵，因为我较早我包括我伫中国做工课，啊那我嘛常常去到其他的国家来这个接业务。那其中去到美国的时阵，我熟悉足侪足侪台侨，因甲我讲过去吼，因对侨委会这三个字无解谅解啦，因为侨委会吼，就亲像较早白色恐怖的警备总部，是负责掠人、杀人以及让人无法度返来台湾的。那这件代志，人敢有诚恳来甲海外的台侨解说过？你敢知影？因为侨委会这三个字有足侪海外的台湾人无愿意摕中华民国的身份证，连健保都唔敢使用，迄唔是交偌济钱的问题，伊是连中华民国人都袂瘾做。这件代志，侨委会敢有从我做过转型正义？我甲委员报告吼，这个问题我也了解了吼。啊，但是今麦侨委会甲哈只时代侨委会应该完全不敢管啦吼，已经。
跟比如说 transmission 啊，已经改变了吼。即马咱所有交务会同事拢是经过咱国家的高考、特考、考过，而且正式的公务人员吼，啊，拢照制度在运作在做代志吼。所以伫海外，当然我也了解有一寡咱较迄个想法较特别的乡亲哦。就那是委员你讲有这种情形，但是大多数。无啦，你别人讲人想法较特别啦，迄有可能爸爸妈妈红台呢。对啦，迄有可能因囝位代代，因弟弟位代代摔落来，啊，因哥哥袂唔愿倒来台湾呢。是啊，是啊。像林献堂，迄嘛算即个广义的台侨，伊嘛介意中华民国的，叫蒋介石掠去日本呢。对。啊，这你别当讲因是特别啦，因是叫用赶出去的啦。我意思讲。所以我的意思是，唔是讲照制度有安尼行无？咱有外汇无？交委会有洗清伊家己的改名？我是讲你自我的转型。正义有正面来面对过去这个历史啊，有啦。这我相信，阮对海外咱的乡亲的接受吼，拢有大家拢有坐谈，拢有说明啦吼，大家都有了解。尤其是我有委员报告，譬如讲二二八事件吼，我伫两当前，我就正式宣布，二二八即天就是咱海外。咱的那像咱的国定的一个活动，所有咱的侨民要办二二八活动，阮侨务会派出去同事拢爱协助，场地拢爱提供给因来用，安尼，所以因也真感谢啦，咱有重视。咱要保护这个侨民上好的方法，就是爱这个保护因的财产，保护因的健康，甚至保护因的性命。那过去呢，因为咱有这个坎吼，就是会互人感觉讲，我是不是自称是中国人，利润较悬？我自称是中国人，母数较侪。我自称是中国人，市场较大。所以伫海外的侨民呐，有的时阵伊会伫台侨甲华侨内底游移，就亲像咱的台湾甲中国这个地位吼立场来游移，获取最大的利益。这种中间的啊，讲这个利益派的这个台湾人民，我想这是做普遍，我知影做生意商人本来就会安尼。但是问题是，渐渐中国的市场无好用，美中贸易战，渐渐中国人这个身份会带来困扰，比如讲人会怀疑你是不是有武汉的肺炎。那伫这的情形的时阵，台湾人民甲台侨开始感觉讲，咱应该要甲中国做出区别。尤其伫去年，吼，2019年7月13日，蔡文总统经过纽约的时阵，伊用一个人$200来这个做 part time 来抗议，结果竟然伫内底掠着台湾人，哦，应该讲中华民国人也5000支咧抗议蔡文台独，我就感觉这足奇怪，因到底是心向哪一国？这就是海外台侨诶对国家的认同。那另外呢？其实伫13天前，2019年6月30日，同款伫中国城，吼有5000支。你本来以为讲哦，好啊，无中华民国的国民啊，加伊中华民国国旗，安尼就足正常，无要紧。结果6月30日，纽约的中国城竟然有5000支，走去抢旗啊，要烧叉，吼、哦、要甲中华民国国旗挽起来，叉5000支。那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台侨自称是中国人，造成海外台侨的困扰。所以呢，咱来增加着海外台侨对侨委会的认同。我想伫18年，108年至111年的时阵，咱计划拢总有3亿5千784万来做着国家发展新局侨务巩固以及着结清的计划。那其中第三项吼、哦、工作项目的第三项写反制中国大陆统战，具体咱到底做啥物代志？这个委员报告吼，这中国伫海外对咱的这个侨民吼，拢会去招啦，去救啦吼。啊，这部分的阮哦，针对办活动啦、办座谈啦吼，啊，针对其他的训练的这个活动吼，和咱的支持者吼，咱的侨民也都了解讲，中国伫海外做统战台要注意、要细意吼。啊，基本上我的观察、我的了解来讲，这部分咱的支持者吼，咱的乡亲大事我拢。真清楚的讲，中国的这统战基本上来讲，咱的侨民大家拢了解，也袂去介意啊，行社会就对啊，哎，你确定？我当然接受一部分，这我唔敢保证，但是大多数咱的侨民，我相信对台湾的支持，对咱中华民国支持，拢做适中的。问一个小题目啊，你刚才有你认为提过中华民国身份证的海外台侨，有迄个一世人无来过台湾的吗？有可能，有偌济？可能，这我无法度统计。那有一撮啊，一部分足济。可能应该是一撮啦，一撮啦啦哈。但是你也看哦，伊一世人捌来过台湾，伊赶快当使用台湾健保哦。对啊，啊，这个物件是不是普遍？咱爱想办法。伊嘛有投票权呢，伊嘛会当选总统呢。是啊，是啊。系啊，伊一世人可能唔知影台湾历史的发展，伊有哪会当来决定台湾的未来呢？对，这就是咱中华民国最可爱的所在啦。是。最后吼、哦，甲恁请教一个，
中国现在用大外宣跟渗透组织啊，知道包括前阵啊开10亿来买欧洲的媒体，来奉上中国好棒棒。那我认为呢，在海外的侨胞吼，包括着华侨跟台侨，有若拄着同款的情况，咱要安怎来呼吁因防范这种渗透的新闻手段？是，我甲委员报告，因为今麦咱所住的这个环境是一个开放的媒体这个空间啦吼，什么款的消息、什么款的新闻、甲言论，拢侨胞拢收会到，咱的侨胞家己去判断。就是讲，你这是通证还是真的啊假？我相信咱的侨民真聪明啦，真巧啦，吼！大家去了解讲到底什么代志安尼啦。希望未来咧讲这个时阵有一寡具体的设施啦。那当然，顶个即阵外交部讲要甲中国变外国，敢那足困难。但是至少咱爱互侨胞知影讲，咱台湾甲中国无共款，是上起码啦。好，谢谢，感谢，thank you。多谢，多谢委员。